电梯卡死了。哦。
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感谢大家，大家今天是我们热烈剧组回到杭州。这你太过分了！咱们。我最后的那个东西怎么弄的？我们非得吃肉的，你们非得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不要在一起。如何描述看到这个视频的瞬间呢？电影结束，大家或许想要离开，但是看到有舞者上去跳舞，大家惊喜地打开手机拍视频。但是第一排坐着一位黑衣服黑帽子的男生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。舞者结束跳舞，惊喜瞬间揭幕，他站起来摘下口罩对大家说，热烈电影真的很热烈，但是热烈里的演员真的很浪漫。